然后今天是台音府的魔化洪福生跟这个云家哈，然后我们来抽台服魔化洪福生 ，Go Go！ 拜托，我那个文章哦，我连国外的那个医生的见解我都看过了。就是给自己信心的、啊。自行七七也有做同一个手术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。这样，哎、欸，有点惨哦。我、哦、那不，喂，不能认真话哦。四十，哎、欸，三十抽，没有。三十抽哇，怎么都没有啊？又很衰哦，四十抽。怪力乱神，怪力乱神，我神！哎呀，看来啊、看来又要大威天龙了是吧？才不要露脸呢、欸，露眼开台，我不要。第几抽了？五十抽。怪力乱神，只露眼睛是怎样了、啊？你是说哪个眼睛？上面的还是下面的？五十抽，小心我开万花筒写轮眼了。倒数第二个，第九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第五十抽，魔化洪福生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无心无欲了，反正台服没差，我没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史称黄甫申，承袭罗侯的无方天力，被困锁在这一副残破的肉躯里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怪力乱神！哦，怪力乱神，无欲无求，阿弥陀佛，大威天龙。我帮我同事抽啊，我同事也要抽。等一下，要抽吗？还有我同事啊，收工了啦，可以收工了吧？就 LO 没有上啊，那算了。好了，再抽了好不好？再抽，我再花60抽，好不好？再花60抽啊，再抽到下一个啦，下一个绝啊，就这样，可以吧？二三四五六，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，究竟啊，究竟？会不会是赢家呢？我、哦、这没抽，歪掉。哎、欸，如果歪掉，我就继续抽。哦，哦，玄机，玄机我有了。哎、欸，玄机我满新的吗？好，那我再抽一次。刚刚是几抽？一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十抽玄机。好，再七十抽。好像是那个右翅版的玄机，十九八第八个，哎、欸，今天才精彩啦！
今天才精彩吧？完了，那下次再抽不是 GG 了。等一下我要帮我同事抽，那我同事不是 GG 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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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赢家赢家！好，魔化梦神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就这样。不要退，先不要，我帮我同事抽了，他应该好了吧？好，就这样，这运气还不错，直接四星。然后帮我同事抽一下，我先把我的升上去好了。怪力乱神，不是我自己都觉得扯，好不好？你看看我五星，你若能品尝到我心中千分之一的仇恨，你也会像只兔子一样惊惧而死。你看我五星，五星法海。对不对？五星法海总让我在这边啊、哦，让我舒缓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心情不好呢。OK 吧，合理吧。好，现在是我同事的账号，怪力乱神，都给我死！没中。哦，这个呐喊很伤喉咙。怪力乱神，没关系，我也是无欲无求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有点难，刚刚真的太晒了。哎、欸，之前都是先抽的被献祭，啊，结果我今天先抽，因为想要献祭我的。都不知，他应该也只能100抽了。第30抽，没有。对，第30抽没有。第40抽咯。我生意上扬，有吗？有吗？哪有？怎么会呢？我有这么坏吗？Jimmy， 不要误会我，怎么会呢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同事跟我那么骂鸡，我是黑框男吗？你看是不是？40抽就有了，哦。第二个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究竟是谁呢？啊，究竟是谁呢？啊，怪人神，史称黄甫神，承袭罗侯的无方天力，被困锁在这一副残破的肉躯里。你又是什么人？哎，当你运气好的时候，什么都挡不住啊！哎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台服比较强吧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收到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好，路飞晚安。他说继续抽。好，那我把它抽完了。好，郭飞晚安。可是我明天请假，我明天请假，他怎么请我喝吃东西？怎么请我喝饮料？等我回来这样。第50抽。
怪力乱神，你们在抽的时候就大喊怪力乱神就对了。无心天选是吗？他是讲无心天选吧？笑死，白痴哦、喔！我觉得很难呢、欸，应该没那么晒的吧？北城玄照，无心天选。没有，太难了啦！那有那么晒是？没有，哎、欸、，L O 来了啊！我抽完我同事的，再抽你的，但我不确定可以帮你抽到、哦，我就运气快用光喽。无心天选。你在画什么、啊？是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他抽完了、啊。哦，好吧，他抽完了、啊。有还有在玩呢、啊。抽完就要去睡觉喽。没有，剩十抽。哦，这帮哦已经抽完了 ，OK， 那恭喜，嗯啊，那 OK 啊，那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行行行，不然等一下抽，如果真的抽你的，没有蹦出来，那就是尴尬了。无心天选，有了啦！一二三四五，第五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无心天选。等一下，我没有一只允嘉是怎样？我没有一只允嘉。好了，好，那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怎样？啊，我抽一堆魔幻黄甫生是怎样？不是一堆允嘉才对吗？怪力乱神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就这样，没了，剩下他自己抽了。男人命啊，五星法海，五星法海啊、哦，这一拜都是难上加难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加上带多少啊？看一下啊、哦，九十抽。我同事账号90抽两只魔幻黄甫生，然后我自己抽啊，我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让70抽吧，80抽，80抽三绝，啊，随便，差不多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我再剪精华，明天中午上传 ，OK， 就这样。